据都市快报报道，因违反广告内容管理规定，借车震宣传新车，东风本田丹阳新亚东 4S 店关联公司镇江信亚东汽车有限公司日前被江苏省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80000元。处罚详情显示，2022年6月6日，丹阳网信办发现微信号上发布有一篇标题为车震去哪儿，东风本田新概念车捷德带您掀起车震新高潮的广告，该广告涉嫌违法后转由丹阳市监局处理。该广告详细介绍了后尾空间、副驾体验、原始视野、微型享受、后排平躺等车震秘籍，均配以文字形式，详细描述上述各个位置的车震姿势、步骤等，还辅以线条勾勒在车上的人物形体、体位等。该条广告显示阅读量有10万加。另经查，当事人于2016年6月19日申请设立新微信账号，认证主体镇江新亚东汽车有限公司。其实和本田没有太大的关系，坦白的说啊，就是经销商们搞出来的这些个东西啊，这些个东西啊，哎，也就是这样子是吧，喜欢的也就是喜欢，不喜欢的也就是就完了是吧，看一眼就做算了。小黄叔你的这个这个你说他愿意搞就搞去呗是吧，只能是给他这个品牌我觉得跌分啊，真是哎无语啊。